중국어 뉴스 인강 사이트 screen중국어.com에 예전 강의를 하나씩 올리고 있습니다. 오늘은 2015년도 6월 16강 미국 조지아주 홍수에 관한 뉴스입니다. 영상 순서는 원본, 강의, 자막, 통문장 암기 순으로 되어 있는데 한글 해석이 필요 없으신 분은 영상의 중간 뒷부분 자막서부터 보시면 되겠습니다. 최신 중국어 뉴스 강의를 보고 싶으신 분은 screen중국어.com 사이트를 방문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13号晚至14号凌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 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据目击者透露，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情况最为严重，洪水突然涌入楼房，较低的楼层瞬间就被淹没了。为了逃生，人们只能从房屋中游出来。在狭窄的街道上，被冲走的汽车、树木和垃圾的残骸形成了一个废墟。由于洪水裹挟大量泥沙，受灾区域异常泥泞，给救灾工作带来不便。 郊区一些村庄仍有约180人被洪水围困，这是格鲁吉亚近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格鲁吉亚已将15号设立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14号的洪水还冲毁了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动物园。第比利斯动物园社会媒体监督员向媒体表示，洪灾造成大量动物被淹死，包括猴子、美洲豹、狮子等。 由于肉食类动物区域的围栏被完全冲毁，多只老虎、狮子以及4米长的鳄鱼等逃出了动物园，进入市区。经过当地警方及特种部队的搜寻，部分逃走的动物已被捕获。据格鲁吉亚财政部估算，洪水造成高达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1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장문부터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동물원을 도망쳐 나와서 시내로 슬쩍 들어갔다 하는 말이 있었는데요. 어디에서 도망쳐 나올 수도 있겠고, 어디로 도망쳐 들어갈 수도 있겠지요. 보어만 바꿔주시면 되겠습니다. 다오추러 동우웬. 동물원에서 도망쳐 나온 게 되고요. 다오루러 시취. 시내로 도망해서 들어간 것이 되지요. 진루러 시취. 시내로 들어가다입니다. 우박과 센 바람을 동반하는 폭우가 내렸다. 동반하다라는 단어 반요가 있는데요. 이 단어는 어떤 병의 증상, 어떤 증상에 무슨 증상이 동반된다라고 하는 그런 문맥에 쓰이고 이렇게 날씨에도 쓰이고 그렇습니다. 이 두 가지에 제일 많이 쓰이는 단어인 것 같습니다. 降下暴雨, 伴有冰雹和大风, 폭우에 우박과 센 바람이 동반된다. 高血脂 并伴有头晕，饮食注意什么？ 고지혈증에 두통이 수반된다면 음식은 어떤 것들을 주의해야 하나요? 大便出血并伴有疼痛是什么原因？ 대변을 볼때 피가 나고 또 통증도 수반이 된다면 무슨 원인일까요? 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 뒷문장 앞에 이라는 단어가 나오면 무엇무엇을 하기 위해서라는 뜻이었고요. 종종 두 글자로 한 단어를 이루기도 합니다. 역시 뜻은 뒤에 것 하기 위해서입니다. 이하의 것을 방지하기 위해서. 이베이 그러면 무엇무엇을 준비하기 위해서 그런 거지요. 이런 동물들한테 공격을 받지 않게 하기 위해서. 공격받는 사태를 방지하기 위해서. 집안에 가만히 있어라 라는 얘기였지요. 이방이라는 단어를 모른다면 앞쪽으로 위러 하고 待在家中 앞쪽으로 집어넣게 되겠습니다. 为了不被这些动物攻击 아니면 为了不受这些动物的攻击 오늘 듣기 하실 때이 부분에서 거의 100% 틀리셨는데요. 본문이 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 라고 했는데 해석은 다 이쪽으로 하셨어요. 우선 이쪽부터 해석해 본다면 灾难发生前的几个小时
이렇게되면아직발생하지않은거죠발생전몇시간이됩니다근데뒷문장이상황이제일심각했다였으니까문맥이좀안맞죠이쪽은이미발생했어요발생을했는데그발생한시간동안에서앞쪽으로몇시간입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말은头가있어요灾难发生时的头几个小时재난이발생했을때처음시작몇시간앞부분으로몇시간그때가제일심각했었다라는얘기였습니다집에가만히있으라고사람들에게경고했다남한테뭐하라고하는단어들은对给이런거안쓰고바로쓴다고했었죠警告民众바로나오면되고요집에가만히있다두가지로가능합니다在家里待着待在家里오늘이부분에서도많이틀리셨는데요헤엄쳐나올수밖에없었다요용出来라고하신분많았습니다出来가방향보호니까마땅히동사에붙어야되겠죠용은명사고목적어가됩니다보호를쓸때는과감히버리셔야되겠죠요出来라고얘기해주셔야됩니다走出来하고완전히같은구조입니다최근몇년간본문은近年来였는데풀어서얘기한다면最近几年来这些年来이런말들이죠역시이것도여러번나왔던겁니다제일큰자연재해중에하나였다뭐뭐중에하나라고할때는회화체로什么什么中的一个다풀어서쓰시거나문어체로什么什么之一라고쓰셔야지중하고之를같이쓴다거나중이하고줄여서쓴다거나하면틀린표현이되겠습니다본문보도록하겠습니다13号晚至14号凌晨13일저녁부터14일새벽까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伴有冰雹和大风러시아쪽발음은그루지아라고하는것같습니다우리가번역하기로는예전에는그루지아라고했었고요즘은조지아라고하는것같은데요조지아공화국의수도인트빌리시에폭우가내렸는데어떤폭우였냐면우박과강한바람을동반한그런폭우가내렸습니다관촌시중심의쿠라河泛滥시중심지를가로지르는쿠라강이범람을해서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강물이역류하고그래서심각한홍수를불러일으켰습니다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이밖에도홍수는트빌리시의한동물원을휩쓸어서망가뜨렸는데요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호랑이라든가사자등의맹수들이이기회를틈타서시내로도망쳐들어갔습니다당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남한테뭐하라고하는동사들은게이또이안쓰고바로목적으로가져온다다시한번기억하시고요현지정부는민중들에게집에가만히있으라고경고했습니다이런동물들의공격을받는것을방지하기위해서据目击者透露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情况最为严重목격자가말하는바에따르면재난이일어났을때前几个小时头几个小时앞쪽으로몇시간동안이상황이제일심각했다고합니다最为更为문어체에서괜히쓰는为이지요안쓰셔도됩니다洪水突然涌入楼房较低的楼层瞬间就被淹没了홍수물이갑자기건물안으로밀려들어왔고비교적낮은층은갑자기잠겼습니다为了逃生人们只能从房屋中游出来목숨을건지기위해서사람들은집에서헤엄쳐서나올수밖에없었습니다在狭窄的街道上被冲走的汽车树木和垃圾的残骸形成了一个个废墟
좁은길거리에서쓸려내려간자동차나무그리고쓰레기의잔해들이하나하나의폐허를만들었습니다由于洪水裹挟大量泥沙受灾区域异常泥泞给救灾工作带来不便홍수가많은양의모래와진흙을감싸서몰고다니기때문에재해지역은평소와달리몹시도질척거렸습니다그래서구조작업에불편을가져다주었습니다郊区一些村庄仍有约180人被洪水围困교외의몇몇마을에는여전히약180명의사람이홍수에갇혀있습니다这是格鲁吉亚近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이것은조지아의최근몇년들어서제일큰자연재해중에하나입니다조지아다음에소유격의더가생략되어있는형태이지요여기에더가있기때문에반드시생략해야되는그런구조입니다格鲁吉亚已将15号设立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那些在灾害中失去生命的同胞조지아는이미15일을전국애도일로정했습니다뒷문장앞에나오는이는무엇무엇하기위해서라는뜻이라고했었지요재해중에서목숨을잃은그동포들을추도하기위해서14号的洪水还冲毁了蒂比利斯市中心的动物园14일의홍수는트빌리시시중심의동물원을덮쳐서휩쓸어가버리기도했습니다蒂比利斯动物园社会媒体监督员向媒体表示이직책이조금낯설지요우리식으로는대외협력부서이런이름이더어울리는것같습니다언론사회언론매체에대응하는그런직원인거지요우리는대외협력부에서맡고있는걸로알고있습니다트빌리시동물원의대외협력부에서는언론매체를향해서이렇게얘기를했습니다洪灾造成大量动物被淹死包括猴子美洲豹狮子等홍수로인해서많은동물들이익사했습니다원숭이나재규어사자등을포함해서요由于肉食类动物区域的围栏被完全冲毁多只老虎狮子以及四米长的鳄鱼等逃出了动物园进入市区육식동물구역의울타리가완전히물에의해서휩쓸려서망가져버렸기때문에여러마리의호랑이사자그리고4m 길이악어등이동물원을도망쳐나가서시내로들어갔습니다经过当地警方及特种部队的搜寻部分逃走的动物已被捕获특수부대特种部队기억해둘만하겠지요현지경찰측과특수부대의수색을거쳐서일부도망갔던동물의일부는이미포획이되었습니다据格鲁吉亚财政部估算洪水造成高达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1000万元的经济损失조지아재정부의추산에따르면홍수로인해서무려1800만달러에이르는경제손실이일어났습니다1800만달러는인민폐로는약1억1천만원입니다13号晚至14号凌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此外洪水冲毁了蒂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据目击者透露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情况最为严重洪水突然涌入楼房较低的楼层瞬间就被淹没了为了逃生人们只能从房屋中游出来
在狭窄的街道上，被冲走的汽车、树木和垃圾的残骸形成了一个废墟。由于洪水裹挟大量泥沙，受灾区域异常泥泞，给救灾工作带来不便。郊区一些村庄仍有约180人被洪水围困。这是格鲁吉亚近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格鲁吉亚已将15号设立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14号的洪水还冲毁了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动物园。第比利斯动物园社会媒体监督员向媒体表示，洪灾造成大量动物被淹死，包括猴子、美洲豹、狮子等。由于肉食类动物区域的围栏被完全冲毁，多只老虎、狮子以及4米长的鳄鱼等逃出了动物园，进入市区。经过当地警方及特种部队的搜寻，部分逃走的动物已被捕获。据格鲁吉亚财政部估算，洪水造成高达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1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降下暴雨，并伴有冰雹和大风，贯穿市中心的库拉河泛滥，河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洪灾。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此外，洪水冲毁了第比利斯的一家动物园，老虎、狮子等猛兽趁机逃入了市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待在家中，以防受到这些动物的攻击。据目击者透露，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情况最为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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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目击者透露，灾难发生时的前几个小时情况最为严重。洪水突然涌入楼房，较低的楼层瞬间就被淹没了。为了逃生，人们只能从房屋中游出来。格鲁吉亚已将15号设立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